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结构，把这个七章倒过来。倒过来之后，2015版的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这个右左下角会有一个，你可以旋转它的轴啊，比如说你 Y 轴啊，我们就默认的还是按照刚才 X 轴，还是默认的不动啊，Z 轴。变速的方向，在这里点一下就可以了。2015版有很多新的功能啊，我们后面会跟大家做。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链轮啊，链轮。这里我们看一下，这里有齿轮跟链轮不一样啊。那么在2015版呢，你选择这个齿轮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这个电脑里直接输入你想要的齿轮的参数，就可以自动出来。而2015版以下的版本呢，它非常的麻烦哈，会出现表格，然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没有2015版以下的东西好用啊。这里只是跟大家提一下，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的去做。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工具盒哈，在工具盒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一个齿轮哈，比如说你选择国标啊，我们选择国标啊，国标这里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选择这是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什么传动？动力传动啊，动力传动齿轮这一块它也有。好，比如说你要选择螺旋齿轮，还是正齿轮、直齿轮，还是我们选择正齿轮啊？你要把正齿轮拖过去啊，那么它左侧会出现一个表格啊，会出现一个表格。我们把这个重新生成一个新零件吧。啊，这是零件的配号，就出来了。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哈配置零部件的模数，比如说你要2模啊，然后齿数25齿，它自己可以自动的跟你搞啊，然后压力角20，面宽多少啊，多少多少，全部搞好了，那么你这个装这个齿轮就出来了，很方便哈，比我们别的软件相对来说要好很多。哎，刚才我们那个装配体啊，不要在装配体里这样搞，而是在新零件里搞啊。我再来给大家搞一下，就是说你直接文件新建一个啊，新零件，然后在这个新零件里选择你的正齿轮，然后把正齿轮拖过来，然后是否建立一个派生零部件？是啊。是的时候呢，然后点一下，然后接下来就点编辑特征，不是这样，关键了，不，就正齿轮是吧？啊，这样的凸过来。哎，啊，右击生成零件，生成零件之后，然后在这里选你想要的参数就可以了，然后点勾，这样的就不勾到，然后你再保存下就出来了。那个右击生成零件，我新建一下装备，乱扯啊，扯一大堆呀。不要乱扯，不喜欢说这种乱扯的话啊。哎，刚才在录的时候，啊，对，是这个格式哈。我们打开一盘，因为我们要使用的是齿轮链轮，所以我们这里不能是找错了位置哈。转一下，对。
转好之后呢，这个呢直接连接一个轴啊，连接出一个轴出来啊，这里是螺母，所以我们这个轴呢大概是用40啊，直径40或直径30，这是多少钢线？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测量一下它这个是多少。直径20，我们要直径至少是30的啊，31边没有5毫米不行，我们要啊40，直径40毫米的轴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做啊，因为你这个东西要连接轴，你不方便直接在这个图上操作的啊，你可以直接文件新建一个。然后呢你直接拉伸实体，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画一个轴出来，我们先把40放上去看一下它到底比例对不对啊，其实有很多做东西都是看比例的，把它拉伸啊，长度呢我们为啊200啊，先做一个200来看一下啊，40的200，哇，在接下来在中间打一个圆孔啊，就直接在这里切除。这里呢我们要攻牙的啊，你要记得它这个牙，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在做切钢在选型的时候，这个地方是 M 多少牙，是细牙还是粗牙，这非常关键，是细牙还是粗牙。往往切钢我们在细牙的啊 M20 什么 1.5 啊这种方式。然后我们普通的 M20 可能就是牙具就不适用，就是说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点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它的中间打一个 M20 的牙就可以了。这里呢，因为我们这里是操作的时候是软组，所以我们不能用直接插入孔的方式啊，在这里改成20。改20之后，我们把它挖穿它啊，然后切除完全贯穿，方向2也是完全贯穿，完全贯穿之后放在进来，你就发现这个比例有点不对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这个轴啊没必要那么粗啊，轴的粗细也可以把它重新的改一下，这个粗细改成30。可以了，改成30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保存起来，保存起来。好了，把它保存到我们电脑的2016年的。部件就叫做轴吧，在我们命名字的时候，最好要以你这个机器的名称来作为一个命名。好，好，这样呢，以后就不会避免。比如说，你这台电脑可能你存在那个盘有很多名字叫轴，如果你后面你没有写这个气缸是升降机用的这个轴，这个名称不一样，那么可能会出现把别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名字会把它替换到这个零件来，所以会出现一些乱的东西哈，所以这也是一些经验来的，来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在这里插入我们想要的轴就可以了，所有文件。这里我们配合的时候呢，把这个边和这个边配合一下，把方向好来。然后呢，然后就是接下来我们在两侧啊装配两个链轮，这个链轮呢我们采用多大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因为你如果要承重大概200斤啊，200斤
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这个链轮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去考虑一下，这是一个承重的问题啊，这宽度是94，就是它的94，我们记得这个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这里是看使用多大的链条。 多大的链条？这链条在这里有很多种哈，我们这有很多种。但是如果你要考虑到200斤的东西，那么你这链条在选择的时候呢，不宜过小啊。比如说有人就写三分，有点小哈。虽然它承重方面呢是问题不大，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如果长时间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断的这种情况。 三分的链条，这里有一个拉伸的荷载多少牛啊？多少牛？多少千牛？因为这里有一些经验的知识，这里我们就使用五分的链条啊，五分的链条也就是五十，五分的链条。 三分，啊，我们这里写五分，也就是50这一个。好，我们再打开这个拟声软件。 在这里选择链条的时候，我们找到链条，然后呢，链轮，链轮找50，好，50就这两个，哦，就在这里。那么这里是链条，这是链轮，好，就找这个，就它俩。然后呢，我们刚才记得这个气缸是94，对不对？好，我们放大一点。 看这个 D0，也就是说你的D0的位置至少应该说是 DP 的位置至少要超过54才行，而且你两边都要空的多一些，要空的多。你可以画一个这样的图出来哈。那我们刚才给它画了，我气缸在底座。 我要我这个轮子我在这里，那我这边和这边我要过东西，所以我这个宽度呢至少要有150吧，150的位置。所以你留一个这样的宽度，所以你这个呢，你这个链条链轮的选择就大概有一个范围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尺速，如果你选的。 D0在100，尺速150的位置，我们刚才是150的位置，所以至少是28尺，我们这里写个整数30尺，就30尺就可以了，啊，就是5分链条30尺，总宽度是多少？总宽度 L 啊，我们看一下 L 长度是28。 你可以自己在这改，但是这里不能改哦，好像它已经是标准件了。你可以按这个出图，出来之后你把这个长度改一下，或者你在元件里面再增长增长它。好，待会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增长。好，把它选入，啊，选入之后你，然后呢，你再把这个链条也相对应的也把它。 搞出来哈，5分链条，链条的长度你选择100，结束100，先选择这里的距离是多少？距离尺距是15，15。如果你选4节，选100的话，那你这个长度就是多少？啊，这是算16，也就是
1600，1600，1600，太长了，我们先。这是1600，1600你要上升400。上升400这里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这个呢，当你这个上升的时候，你上升这里也很重要的啊，跟大家提一下，你上升多少呢？上升比如说你上升100毫米，那么实际上它走了多少？实际上它走了200毫米，走了200毫米。因为这是圆的啊，这是圆的，而这个呢是直线，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哦，我们在这里写结束30节，先写30节再说啊。我们把输出文件翻地格式，好，然后关掉之后呢，我们把链能打开，应该是所有文件找到链轮，把这两个都打开算了。好，我们接下来这几节课程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节次也大约是在10节以上哈，10节以上的一个范围，所以呢，希望如果在讲过程当中，如果有些疑问不懂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的手机号13650273234，我是黄安达哈。当然因为我本人的文化水平有限，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呢，难免会出现一些语言不顺啊，或者说语句不通的这种东西哈，因为可能就是自己随口这样说出来的吧，就这样子的，把自己工作当中的应用来分享一下就可以了。两个都是链条吗？这是什么？把这个保存下，保存下，名字叫 CHE50-3 保存，然后呢再关掉它，看一下链轮，明明刚才保存的是链轮啊。没打开呀，重新打开一下。刚才打开的是35的，错了，自己搞错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好，如果你输出来的是 STP 这种格式，那么他会问你输入诊断吗？不诊断也可以，诊断也可以，最好就是不诊断。为什么诊断它会很慢的啊？它会把你变成一些拉伸的曲线啊、草图啊，什么都变成很详细。不诊断也是一样的，同样都可以把它进行拉伸啊。比如说你这个链条的宽度，你要记得。我们在这个5分链条的时候，它的一个宽度啊，这个的宽度是 B1 是多少？你要去找一下，这里的是9.4啊，9.4。那么它这个呢，就可能就在9.4以下啊，比如说8呀这种约这种一个范围。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在8.7 ，OK 啊。
它就是 8.7，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 8.7 的这个尺寸，我们觉得这个它这个地方啊，可能有一点不是你想要的位置。另外一个，我们想一下，试想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结构，当我上来它也跟着滑动，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什么？是转动的，也就是说它中间这里是要进行一个轴承的，要连接直线轴承的，是吧？是不是连接直线轴承？好，如果连接直线轴承，那这个地方就不要了。好，再说我们这个宽度好像连接直线轴承不太合适，所以我们这个要进行二次的修改啊，二次的修改。那连接这个直线轴承连接多少呢？我们要打开直线轴承。深间不是直线轴承啊，说错了哈，是深沟球轴承，它的一个表格啊，打开这样的一个表格，刚才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啊，就是叫深沟球轴承，